Mais pourquoi il n'y a pas de jaune? J'aime bien le jaune. Les éléments orientaux que vous voyez maintenant sont venus du Vietnam. C'est pour ça que cette collection de vêtements est principalement blanc. Quel dommage! Si vous voulez, on vous propose une autre collection. Celui-ci, ça vous plaît? Qu'est-ce que c'est? C'est peut-être un portefeuille. Un portefeuille? C'est si petit! Qu'est-ce qu'on peut mettre dedans? C'est un cachet de parfum qui sent très bon. C'est un objet exquis. C'est une couleur très spéciale. Elle s'appelle Qiuxiang, qui représente le soleil d'or dans cette belle saison. Je la veux. Je vais prendre cette robe d'automne.久仰大名，今天终于见到您了。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明远时尚的唐明轩。我没想到会在掌柜见到您。我是不想错过任何一次和您见面的机会了。那么？ 您这么有诚意，我对您和贵公司的影响很好，但是我的答案还是没改变。我可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做生意并不是交朋友，可以随心随遇。SLC 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企业，我们对待收购十分慎重，并不仅限于资金问题，我必须为 SLC 的未来考虑。 但现在的市场环境，中国是整个世界上市场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我明远在整个的中国呢，拥有一个非常完善的销售体系。我相信我们的合作可以摆脱 SLC 当下的困境。我们当然对中国市场很感兴趣，但是 SLC 毕竟是一家法国企业，我们还是更倾向于欧洲企业合作，因为我们有更相近的文化价值和管理体系。 所以明远时尚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所以说，现在明远时尚是拥有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我不可能透露更多。我很理解，但是我希望，如果我们的整个的新的方案可以调整到一个更好的方向，可以更好的帮助到 SLC， 我希望您可以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期待和您的下次见面。谢谢。 是啊，吧，其实能见到米娅就是个意外之喜，但是后边还是不太顺。有希望就是好事情。是啊，有竞争对手，咱们最后赢了，那才有意思。是凯曼吗？米娅他不告诉我，但是你放心好了，我会尽快把那个竞争对手查出来。好，好，注意安全啊。 放心吧，啊，那我挂了。你居然在家呀！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说，我今天去了好多地方。 我真的累死了，一天没吃饭。我赶紧点个外卖。你要不要吃东西啊？我不吃，我也吃过了。哦，你自己点就好了。你一会儿可不要吃我的啊！先跟你说。哎呀妈呀，点个披萨，披萨，披萨。哎，要不你帮我点一个吧？不是吃过了吗？帮他点。谁？大姐呀。 他吃没吃饭关你什么事儿啊？你真以为他生活不能自理吗？那就是在装可怜。哎呀，他不是因为我受的伤吗？后来他手也不方便，我想说能帮一把是一把，对吧？谢了。